成功。好，每个人都有，有，每个人都有，来自大在前面，或者各种对，很棒，不同的姿势，或者是都可以纪念快乐的心情。而且这个讲座得来不易，因为前几天在前业绩，他们是透过真正的现场的 live 演出评选出来的。对，没错，是吗？没错，那一刻哇，在现场在三创的时候，你知道大家看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哈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其实跟不同讲座不同的是，你们先取得了入围的门票，但是还要透过一场正式的 live 的比赛，就像其他的歌手要歌唱大赛一样，前几天才揭晓的。虽然来到今天的场地，你们已经知道自己是得奖了，可是坐在场外里面的心情呢？谁来跟我分享一下？坐在场外的心情，我觉得比较苦恼的事情是，因为我们之前就得奖了，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来准备我们的上台致辞的演讲稿，然后还有为我们今天要做的表演所紧张，所以我们都在专注在怎么把那场这场十分钟的演出演到最好，要如何感谢所帮助我们。哦，也还是一样要多工运作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心情还有脑力哦。但刚刚上台领奖的话呢，真正的是走上台了，跟宣传宣布那一刻也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前业绩的心情先来讲，前业绩的心情先来告诉我好了，那一刻评审。我觉得就是从礼拜二那个时候招得奖到现在没有哪个影响，其实我觉得都还没有完全消化这个情绪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生了。对，但音乐带来力量，还在消化中。对，音乐带给你们更多的那个往前进推进的动力啊。那在现场的时候，因为当天比赛完，然后大家都肾上腺素还没有退，然后就在等那个最后得奖的结果。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真的很像，就是突然升到了天堂，就是真的那时候所有愿望都被满足的感觉，是非常感动。两位讲讲，刚才走上台呢，真的是要领奖，从观众席走上台领奖的时候呢，非常高兴。其实我刚刚前面有先走，没有先讲话，这么说先走，他是两队最佳乐手。好像没有第一次拿的时候这么紧张，对，所以那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，我想过，但还是很高兴，因为现场演出就是 Robinson 的魅力所在，所以拿这个奖是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肯定。对，很开心，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还蛮漫长的吗？或者是很肾上腺素？肾上腺素？没有其实我觉得。比较像是在享受表演当下，是不是？得奖像是一个让我缓和刚刚表演的东西，差不多。大家更有时间可以慢慢去咀嚼你的音乐。对。那期待你们有更多出色的单曲，或是专辑，或是演出咯。因为马老师，那谢霆燕老师他也获奖了，他也跟你们有很多不同的合作，对不对？跨界的可能性，我们希望在每一位的音乐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。恭喜你们！谢谢。来，请问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得奖这个专场，我有去看，然后就是你们在专场不是有打造一个机器人？对，那未来是就是有机会把这个机器人做成一个完全体？我超希望，但有点遥远。其实这个机器人计划是我们做到现在这个样子，大概做了两年多，然后我们也是有特别找一个厉害的工程师。就是帮我们处理很多工程面的问题，然后不过那个工程师现在在留学了，所以第一个当然是要看工程师的事情，然后再加上这个，我当然很希望有一些装置艺术在台上，然后约那跟我们的音乐很契合，所以就是如果这个有一点钱，然后有一点时间的话，当然是我们很想做一件事。我们继续。我想当初在做那个专场，其实有很多法，就是像 Robert 那个机身，我们就想说，我们想让它飞起来。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在尝试，就他是真的到就是很最后，他就说，我觉得他真的飞不起来。然后后来还有就是想说，我们想要他做这个动作，做那个动作，然后他也是试了很久，他说。抱歉，我做不出来这样。所以其实，虽然我觉得我们专场其实最后呈现还是很棒，但是
真的要把机器人做出来，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困难的，但当然是希望那一天能够实现。嗯，所以继续的实验，继续的做，那媒体朋友们也继续帮我们发展下去，看着他们成长，也许机器人呢会更加的成长茁壮，不管是要飞或是要跑都有可能的。恭喜你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